比赛马上就要开始，镜头给到秦海洋和严子贝，一个志在破纪录，另一个要保住自己的门票。好，比赛开始，秦海洋在最近一段的状态非常好，出水。我们来看到现在出来之后，应该是孙家俊率先有一些领先啊，在他旁边四道的秦海洋。孙家俊现在还是稍稍领先，看一下转身之后，孙家俊还是第一，秦海洋第二，严子贝第三。孙家俊其实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，因为他需要比严子贝的成绩更好来保住他的亚运会门票。对，现在秦海洋和孙家俊齐头并进，秦海洋稍稍领先。是的，秦海洋现在慢慢游出来，秦海洋第一，孙家俊第二，严子贝第三。现在要看一下秦海洋应该能够拿到一张第一，看一下哦，秦海洋亚洲纪录，第二项亚洲纪录诞生了，秦海洋57秒93，春锦赛差一点破亚洲纪录，预赛又差一点，今天三过家门不能不入了。对，这个成绩提高了0.7秒。是的，将亚洲纪录提高了0.7秒。另一方面，我们看到严子贝拿到一个59秒以内的成绩，也赢过了孙家俊，所以严子贝很有可能应该已经拿到了这张亚运会的门票。对，世锦赛这场比赛是一炮双响啊，新的亚洲纪录诞生。